聽到阿文志嘅八卦，自稱做細佬，我本來咧覺得今晚就老咗幾十年。
文字中奖，香港抗事中心会解放理事长，各位领导，美国素源总堂方林本主席，雷伟恩主席，江国建大主教，珠澳抗事中心会邝维斌会长，深圳上沙文金会长，香港素源堂雷以根理事长，各位嘉宾，各位社会的贤达，各位雷方抗三姓的宗亲，首先感谢香港抗事中心会为了迁就美国素源堂第27届罕亲代表大会，将本届李监事就职的仪式推迟到今日。香港抗事中心会在1950年成立，到现在已经63年。63年来，在历届李监事的努力之下，在各位宗亲的支持之下，在加强乡亲联谊交往、敦宗睦族、团结海内外的宗亲，以及奖学助学等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成绩骄人。全美素源堂过去四届罕亲大会都在国内举行，首先是开平的丹水口、江门市、台城，以及最近的广州市番禺区召开，每一届都得到香港抗事各位中奖，配合香港素源堂以及上沙抗事中亲会各位中亲的热心帮忙，使罕亲会得以顺利举行，圆满闭幕。为台借今晚的机会致以12万分的谢意。启路理事长几十年来从事乡村教育事业，为香港同埋国内造就了无数的英才，业绩有口皆碑，为香港教育界同埋世人所公认，桃李遍天下，好多政要同埋工商嘅名人都系佢嘅弟子。佢担任过嘅各类职位系数不胜数，无论喺学养、社会经验同埋或者系公共服务等各方面，都系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而今再度为香港抗事中心会掌舵，可以预见在他你们创新的考核好格之下，香港抗事中心会的会务一定会更加蓬勃发达。最后恭祝在座各位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香港抗事中心会会务昌隆，雷方抗三姓子弟子孙昌盛，多谢各位。唔该晒，伟强主席，我哋而家请。取消埋兩個，電話取消埋兩個，冇曬電話取消咗，大年紀，年紀唔係大，唔係大咩？我文字都白原因啊！丈夫本嚟嘢嚟都難啊！阿揾琴啊嘛，兩個電話取消曬，因為兩個電話唔係嗰人。Thank you.
所以呢就咩嘢啦？